菲律宾，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群岛国家，拥有西太平洋明珠的美誉。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，人口总数已经超过一亿，每年增长率为1.6%，享有强大的人口红利优势。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，让菲律宾经济发展令人瞩目。马尼拉，世界著名的国际大都市，被誉为亚洲的纽约，是菲律宾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城市人口总量已经超过2400万，有着极其旺盛的房地产需求。而哈佛国际就屹立在这座国际化都市中心，41层城市新地标，坐拥马尼拉大学城核心区域。2018年8月，已建制18层。预计到2020年6月可交付使用。时尚的建筑外立面，一流的建材用料，必将闪耀马尼拉。项目距离轻轨站仅87米，紧邻 TAFT 主干道，通达全城。不仅如此，项目周边还拥有西班牙王城、尼查公园等当地著名景点。项目地处大学城核心区域，5公里区域范围内，拥有19所当地知名大学。1公里区域内，拥有2所菲律宾4大名校：菲律宾大学、德拉萨大学。区域内庞大的学生及上班一族，为哈佛国际带来了旺盛的租赁需求。项目商业配套齐全，大型购物中心、餐饮、酒吧等步行可达，优越的区域位置，完美的生活配套，为住户提供了品质便捷的生活方式。哈佛国际，让您掌控马尼拉的城市精华。菲律宾拥有着领先亚太的租金回报率，租赁市场爆棚。而项目甄选国际品牌建材，提供全屋精装修，拎包可入住，同时配套各类豪华设施，如室外游泳池、公共大厅、学生休息室、自助餐厅、健身房等。项目户型为一房一厅，室内面积为21平米，特别提供每年7%、5年35%的租金回报保障，超出7%部分，客户获得80%。哈佛国际率先将国际化的物业管理服务中澳物业引入菲律宾，势必成就菲律宾物业的新标杆。同时，哈佛国际是菲律宾政府特许的移民项目，为移民人士打开了方便之门，一次投资双重收益。选择哈佛国际，让全家一起拥抱新生活。